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勾勾斗地主冠军杯 S5 春季赛的比赛直播。对阵双方是北京东炸团和天津狼图腾，来到双方比赛的第三局，看向 B 桌。49K 韦家的另外一桌，小杨哥是韦家叫两分，嗯，那叫新。哎呦，二家两分，韦家还真有可能不叫了，不同方位了。但是给韦家补的也不错啊，杀四杀七杀尖补了个九到 K 是吧？对，二家好像不太好打，这太难了。四五六俩三的不太好弄啊。嗯，看看火焰是规划成顺子还是韦家叫起来应该比较好赢。嗯，杀四杀七杀尖带五六勾一个九到 K， 手里还 K 二小王。哎。牌还挺整，是的，农民好像天然都没三代。火焰是不是单五回个尖儿啊？嗯，看看门板顶圈顶勾，尖儿接，尖儿接，看看下手是出六回二啊，还是三代对是吧？嗯，出六回二也挺好。嗯，好。顶十吗？还是顶圈儿？他这个尖儿要小心，这个尖儿要下那个二，他大概率就他肯定就不打了。对，他这个尖儿要不下那个二，他是有理有去打的。对，对吧？但打了的话，门板是随时能传，能传五顺的。对对对，地主这牌下了大王啊，不好赢，就很难了。你这个尖不下，比如下家二阶，你感觉他要跑，你这个大王是有理由下的。对，你这个尖一下，人家二顺打你，你肯定不会下。你也不知道他这个能不能走。哎、对，小心这个尖啊，可能是觉得下家还有一张尖，他尖第一手接了，我不上这张尖呢，下家有可能还拿尖接。哎，他有可能是这么想。是的，我挡你一手下家的尖。嗯。好，勾圈 K， 二家补的还不错呀。好，两分，看看韦家还敢不敢带呀、啊？没有带。勾圈 K 补的不错啊，开牌三四五，你们要能管呢，我就圈 K 尖回，然后出 K 回大王就洗牌。三四五要大了呢，可以闯一手顺子啊。嗯，六道圈，对，这样的话小概率有春天。勇哥应该会管了，因为你三四五已经大一手了。对，我这再不管，万一真春天了，撒尖儿这种牌型就不好整。